天气还不错了 ，OK。好啦，现在来到景山西这边吧。啊！你钓大棍了？系啊。无恁要用假饵哦。嘿啊。啊！出袂落去吼。你较有大尾，遐嘛有一尾。对啊。桥顶遐，桥顶大大，我卖钓就走出，一尾一大尾。足巧的吼，大尾较巧啊。啊！伊毋是遐用人啊惊，伊个遐。会较看有呢，遮就看有啊。有啊，甲你加我讲。你买吼，啊！你袂食你啊？袂哦，啊！你咩啦？蛋哦。无啊。就买个伊食了对。我细个用撮的，我撮会钓伊的。嗯。真个啊。因为都伫遐看。我就讲，我就讲，只一尾，我下骹遐搁几啊尾。哦，只一尾啊。哎。哎。看到伊个鼻头遐。对。遐嘛有哦。伊个鼻头遐。伊只要落，应该都歹落去吧？哇！被流水落。我啊，落顺安尼哦。拢有啊，啊，古啊头前个嘛是咱落去的啊，拢、哦、有啊。啊，下骹嘛有人在钓啊。迄个三角鲳的啊，下骹上济鱼啊，袂拢袂吃。是哦。啊，不吃。平日就一堆人在钓，假日可能更多人在钓。我看一下这个路亚克。有没有咬？还没有起来哦。这边算是，哇，可以看到，那个鱼也蛮大的。我随便钓的。随便啊、哦。鲫鱼啦，要不钓。哦，鲫鱼哦。现在这边鲫鱼还多吗？哇！你只要鱼不管哪只，大哥可不可以借拍一下鱼货？才一只而已，一只啊，我紧啊！鲤鱼哈，哎，哇，它旁边还很多这个石冰嘛，很多小鱼啊。小鱼，我看一下。那牛屎鲫，牛屎鲫吗？我看看，这边最多牛屎鲫的。哟，除了牛屎鲫，也有其他的溪鱼啊，哦。不过这个如果鱼虎大概也差不多了。哇，牛屎鲫生态还不错了。这边的溪流很清澈，超级清澈的。可以看到这成群，这是什么小小看不出来，好什么东西，还有拉嘞。蚯蚓，我有一条，好大的。啊，那位大哥跟我讲说，以前这条溪很多溪哥鲫鱼，现在都没有什么溪哥在翻。像我说，以后来这边钓，改钓鱼虎。
打到旁边吗？高蚯蚓钓绳底。然后我现在准备手竿，等一下钓下面。好，你好。喂。啊。金刚宝石，很凶呢，一条电，那里有个跳。七蟹，螃蟹啊，原始螃蟹，用螃蟹个必杀。必杀鹅，还有水光掉掉看了，对，我捡到阿波嘞。二 V 阿波，哈喽，可以，好像受伤哎，那很瘦的。用吸螃蟹看看，小只的。不会吃。是哦，风比较大啦，讯号。都鲤鱼啊？对，都珍珠鲤。哇，这个大概也。蓝桃，蓝桃那个鱼虎的咬啊，啊那边那个刚才他们在甩有甩到吗？没有，看他们甩都没有中。今天这个鱼潭的有活啊，鱼潭啊还没那么快的，可能再捡一下吧。呼吁大家来这边钓鱼，对对对，还有垃圾小垃圾什么，不然真的哦，环境真的很差。对啊，是怎么受伤的？我跟你讲，他左边的那个是登记一半。是哦，他、啊、为什么断一半？不想到一直在那边拍，飞不起来了、啊。哎呀、啊，他就在这边了。
在这边至少还有食物啦，还有食物啦，他、就是啊、就看他会不会，看他会不会恢复。不可能，他整个断掉。哎呦，真的哦，断掉了。哦，他可能会被人家抓走、哦。会被抓走，进补了，应该会被人家抓走。哎。哦，下面那个，下面小鱼群好多、哦，那个你看那个小鱼群，对啊，很漂亮。有时候小鱼虎会追，一追全部都冲起来，是哦，会跳起来哦。对啊，来来来来，我爸呀哈，好，谢谢啊。钓到，那挖了几只蚯蚓而已。挑起来嘞，又是鱼虎啦，很凶的嘞。哎呦，要死我！刚子不知道吃多少东西掉了，翘翘的。然后遇到钓了，给他。啊，我是五百啊，锦山溪的。这一条溪流还真是奇妙啊。OK， 那边是后燕池，等一下，后燕池大池。哇，对面好几个在钓。这边也好久没有了，那边很凉。现在整个溪都是黑底。看起来今天况不是很好。哦，中鱼啊！没中。这里可以凉凉的看人家钓鱼。这边是管制区，这边开始，这边不能钓鱼了。哇，你看，透池鱼。所以可以钓的就是往下，不要往上。锦山桥那边也不能钓哦。OK， 这边之前有人拍过了，我看起来这边也不太会咬了，抄的差不多了，警觉性应该蛮高的。看一下哦。的小山溪，哦，然后看到阿福在还，哦哦哦哦哦，哦，一群起来换气的，非常可怕的鱼群，现在已经被训练到很精了，可能要钓蚯蚓或泥鳅比较适合。后面那里也可以钓，这里就之前钓跟我讲过，哇塞！那条蛇好大条啊！那一条，那蛇哎、欸，很大条蛇。大条蛇。
后峰大桥啊，这边也是个钓鱼啊。